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而今天的信息呢，讲到靠主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呢，其实是取自刚刚这本书印了出来的，我这本书《轻松得胜》其中一部分。这本书呢，是神呢是藉着即是放任的困难去教导我。第一就是从神有亲密关系，被神去激励，彼此同神彼此相爱，因为神是很爱我们的。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有些人说哇，好像神不是爱着我们，但其实神是爱着我们的。圣经讲到末后日子是越来越多不同的困难，但这个困难呢是叫世人不要依靠世界，是依靠神，因为依靠世界总会失望，但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呢，神的祝福是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其中一样东西，我这本书里面讲到就是怎样跟神有相爱关系，还有处理第二部分就是处理所有不好的东西，负面思想、负面情绪、罪啊，影响我们的地方啊、人的问题啊、婚姻问题啊，还有相处的问题啊，或者侍奉的问题。由第三呢，就是怎样活出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和发挥生命怎样被神去使用。所以这本书是帮助信徒，也帮助大家去照顾信徒。咁一陣間喺崇拜之後咧，我都會我哋有一個提升靈命嘅時間。咁到時啲凳又會坐疏啲啦。咁我哋都會就用翻呢個主題幫助大家應用出嚟，因為呢個主題咧唔係淨係知道嘅，係需要學習點樣應用嘅。咁今日嘅信息就係講到點樣靠主啊去處理負面思想同埋情緒。我们一起读经文，有经文一起读下。箴言四章廿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心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十七章廿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两个经文给我们知道保守我们的心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一些人经常都不开心的，成日都埋怨投訴，哎呀好慘啊，好慘啊，好辛苦啊，好唔開心啊。當佢唔保守佢嘅心嘅時候咧，喺第二處經文講到憂傷嘅靈咧，使骨枯乾喎。佢成個人咧就冇曬力量，唔開心、煩惱，並且好多疾病。即係話咧，如果個心靈係唔開心咧，成個人都唔掂嘅。咁但係一個喜樂嘅心咧，乃係良藥喎，能夠時時保持喜樂。咁而當我哋保守我哋嘅心，有正面嘅思想、正面嘅情緒嘅時候咧，一生嘅果效就係由呢樣嘢發出啦，就由我哋嘅心發出。即係話，如果有啲人成日都負面批判人嘅，成日都唔開心啦，佢一生咧個果效都係唔好嘅，佢所有俾人嘅影響都係負面嘅。大家想唔想你嘅生命係正面，會有恩典，會有能力咧？咁呢個一定係需要學習處理負面思想同埋情緒。有些人就話：我情況很困難，我一定我冇選擇，一定是不開心的了。我想話俾大家知，我自己本人都受過很多的困難。其實我有感動寫呢本書或者處理生命，我起初不是諗住寫本書的，我只是處理生命，因為受過不同的傷害。當我受不同的傷害的時候，我發覺很辛苦啊，辛苦到有時半夜醒一個心壓住的，頂住的，並且 一段長的時間都有心中的懼怕。我覺得這樣活下去真的很辛苦，我就靠主去處理，一步步處理怎樣不吃垃圾，怎樣得勝。如果大家跟我相處，你發覺一件事，我經常都是正面的，不單止是在聚會，我太太和所有接觸我的人在我周圍都會發覺我口是不會出負面的說話，即不會說你真係冇用啊！你真係蠢啊！你真係唔掂啦，冇用噶啦，唔得噶啦咁。我永遠都唔會出呢啲説話，永遠都唔會哎呀好慘啊，好慘啊！人人都對我唔好啊！哎呀冇用啦咁，我唔做啦，劈炮啦，我退休啦咁。我永遠都唔會有啲説話。點解會咁呢？因為我真係深信神好大嘅愛，深信佢有好多恩典。而垃圾我哋唔使食嘅，因為垃圾就魔鬼用嚟攻擊我哋嘅方法，我哋唔使受落嘅。咁我哋咧就會發覺，一步步是可以處理到，咁我希望大家都相信，我哋可以處理到我哋負面嘅思想同埋情緒嘅。對唔住啊，我睇下邊種方向。好啦，我哋一齊讀詩篇九十篇十節，但其中所牽掛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人生的而且確有很多困難，這裡說的圖畫有很多不同困難，家庭問題、工作壓力、批判、閒話、經濟壓力、疾病，這些都是我們時時都會經歷到的事。但是問題是不是，是不是一定在困難一定是不開心呢？是不是一定負面呢？聖經教導不是的，我們可以是滿有神的慈愛的。首先我們要明白負面思想情緒的破壞性，它一定破壞。好像這個圖這個人，哎呀我沒用啊，沒人愛我啊，這樣的時候呢，其實它是很慘的，它一定它整個人有破壞性的。原來呢，負面思想情緒影響我們的大腦和身體和遺傳因子的。原來我們的大腦呢，每一次學新東西的時候呢，就有新的線路。每一次想不好的東西，經常想不好的東西，就有一些壞的線路。即是譬如我很簡單，我自己就打乒乓球，打網球啦。咁有啲人就話我又打羽毛球啊，佢話你打羽毛球好似打網球咁樣嘅動作。咁但係咧，始終我係打慣波嘅，你見我動作一喐咧，我梗係即係個動作係好明顯知道係打慣波。咁呢個打波嘅手勢邊度嚟咧？係我由以前學打嘅時候咧，一路嗰啲動作咧入曬我嘅腦嘅神經，喺我腦嘅神經已經有曬啲線路。所以呢，當我一攞起個拍，我即刻咧個動作咧係，即係你見到係打慣波嘅人嘅。咁樣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嘅神經線路。但有啲人咧，佢成日哎呀唔開心啊，煩惱啊，一有啲咩事，哎呀我想死啦。有啲人咧，一有咩事就想死，又就好煩惱啦。佢亦都裡面有啲唔好嘅線路，但呢啲唔好線路有破壞性喎。大家睇下左下角呢個圖，呢、這個就係健康嘅神經。大腦的神經線，再隔離那個呢，就是壞了的，即是成日 不開心同埋成日瞓得不好，原來瞓覺不夠瞓呢，身體就不能夠除嗰啲殘渣，嗰啲殘渣就令到人個腦不能夠運作，開始成日不記得嘢，最嚴重呢，不識得翻屋企，不認得人，嗱變咗老人痴呆症喎，大家想不想係咁咧？嗱呢啲咧就係、是。原來成日不處理生命就會帶來的後果，整個人都受影響的。同埋會整個人入的免疫系統，你發覺那些不開心的人是容易病的，又不開胃，成日都說我不開胃不想吃，那些血管容易爆血管、中風、皮膚也都很乾燥沒什麼彈性，腦部也都那些腦的神經是不健康的，學東西學得很慢的，呼吸也都喘，即很容易喘息的，荷爾蒙分泌不平衡，排泄也都不能夠順暢。有些人呢，即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現在也都有大便的嘛，但有些人不是的，不行的，因為他不是每天都有，因為他身體不健康，這些其實都是由負面思想情緒和不好的健康造成，而造成之後又造成這麼大的破壞，肌肉也都是沒有彈性沒有力量，還有神經系統也都有問題。原來呢，情緒問題會加速衰老的。很多人呢，他又化妝，我整到自己很漂亮，不過他又不處理裡面的時候呢，那呢是沒有用的，只是外面而已。而很多人的生命很痛苦和不發揮都是因為情緒。其實呢，每一個人影響我們很大是情緒，就是我們的思想影響了我們的情緒。譬如大家想回你小時候的感覺，你想回你家人，想回你上學，想回你、工作，很多人的感覺是什麼？不開心啊，即是第一個反應，不開心啊，很難啊，很不行啊，他記憶是很主要是情緒。譬如你讀書那些內容有很多你不記得，不過可能有些人記得，啊，讀書很難啊，老師不喜歡我啊，說我不夠厲害啊，或者有些人說，哎呀，老師說我厲害啊，他記得是那個感覺。所以我們的感覺是全流的，是整個人的生命。為什麼有些人總是說我不得的，我不用得的，神不用得我的了？因為他的負面的情緒影響他，以致呢，他整個生命是不能夠發揮的。好了，那有很多人有藉口啊，那我們要清理這些藉口，我們有沒有這些藉口呢？就覺得一定是負面思想情緒呢。很多人就信的大話就是他發生我一定要發生，很多人就這樣，他罵我當然罵他了，但這個不是必然的，他罵我，我不一定要罵他的。
有人對我哋唔好，我哋唔係一定要用翻同嘅方法。聖經話以善勝惡，因為我越係俾佢影響，我越唔開心，我越受影響嘅。同埋好多人信嘅大話就係家庭不和，我一定要煩惱。嗱，咁有啲人話：咁家庭不和梗係煩惱啦。但我哋盡快處理，即係唔好家庭不和。哎呀，日日都唔開心，日日都煩惱，咁樣咧一世人都係煩惱。但係當我哋一處理咗屋企嘅問題，我哋就話：我做好啦，我已經做本分，我就開心，我就放手啦，我依靠耶穌得力。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亦都好多人咧。有大話就話，佢哋咁多人都唔開心，我唔開心都係正常啦。其實唔係正常嘅，神造我哋係想我哋個個人都開心快樂嘅。嗱，負面思想情緒好多時係壞習慣嚟喎。點樣壞習慣咧？佢細細個嗰時，嗱有時啲小朋友其實屋企人縱壞係好差嘅。點解咧？嗱，我試過見過咧喺地鐵啦，一個小朋友扭計咧，哇！阿爸、阿媽、阿爺、阿嫲喺曬周圍氹佢，咁佢咧就嗱喊有兩種嘅，大家我唔知道你分唔分到。有啲 B B 咧或者細路咧，佢係真係好辛苦有病所以喊，但有啲唔係㗎，咁又唔嘢喎，想嘢嗰時咧，佢係用呢個方法，佢發覺好有效啊。原來個小朋友當佢細細個開始話我唔中意，我要發脾氣。佢大個就變成一個咁容易發嬲嘅人，所以你想你嘅仔女更加好，你細細個咧教佢處理情緒，細個教佢嗱，有人對你唔好，係咪一定要鬧佢啊？係咪一定要發嬲啊？有啲父母唔係啊，佢打你就打翻佢啦，佢嬲你佢鬧你就鬧翻佢啦。嗱，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教導，佢就會裡面裝滿好多嘅憤怒，係由細個開始嘅。咁有啲小朋友話：媽咪唔錫我嘅。嗱，當然父母唔愛咧，真係仔女係好困難嘅。當佢成日都覺得冇人愛佢，大個有人愛佢，佢都話：你有咩想要啊？你有咩動機啊？即係佢嘅心能夠相信人係單純嘅愛嘅，就原來有呢啲唔好嘅習慣。我大家反思一下，我哋生命中有冇啲唔好嘅習慣？由細個開始，俾屋企人影響，或者俾周圍嘅人影響，俾學校影響。以致我哋裏面存住一種憤世疾俗、唔中意人、唔中意自己嘅思想同埋情緒。嗱，有啲人話我已經好耐係咁喎，有冇得改咧？嗱，即係先我哋講到大腦可塑性，大腦可以塑造嘅。我哋越係靠住耶穌同埋處理負面思想情緒，就會有啲新嘅線路。嗱，一陣間我哋喺完咗崇拜之後，有短短嘅時間咧，我哋都會去講下點樣塑造呢啲新嘅線路。等我哋養成一種新嘅習慣。咁我首先我講下我自己咧，我係因為受人嘅逼迫同埋講唔好嘅説話行嘅話，我曾經有幾年好唔開心。我一路處理，一路處理，一路相信神愛我，垃圾唔使食，人嘅唔好嘅唔使放喺心上。我可以日日讚美耶穌，感謝耶穌，而將呢啲垃圾清理嘅，即係我真係經過呢個過程，又將呢啲嘅經驗咧寫咗喺輕鬆得勝裏面，希望都幫到大家。好啦，個問題就係有係咪一定情況唔好一定要發嬲，係咪一定要煩惱，係咪一定要怨恨？其實唔係一定，但係好多人就會話個思想模式係點咧？哎呀，好慘啊！哎，呢日又唔好啊，好苦啊！個思想總係不斷咁樣反覆思想，你就反問自己係咪一定要咁樣？係咪聖經教導我一定係咁樣？係咪有方法可以改變？好啦，咁我哋要認識一下我哋嘅思想同埋情緒咯喎。情緒係警號燈嚟嘅，但係唔好長期著住。嗱，大家有警號，要講話有火燭會警號啦。火燭完咗個警號要熄噶嘛，係咪？救火就熄噶啦嘛。我哋嘅情緒係話俾我哋聽，有啲嘢唔掂，需要處理，係需要處理嘅，需要清理呢啲垃圾。當我哋有開心、唔開心啊、憤怒啊，呢啲需要處理嘅。咁但係處理咗就唔係成日係咁樣喺個緊張嘅狀況，但係好多人喺繁忙嘅都市係點咧？連坐車咧都要猛咁睇緊嗰啲電視嗰啲影片喎，佢心裏邊咧成日都係忙碌繁忙，成日都係唔開心，成日都係咧喺個車度咧猛碌睇下啲咩信息先，即係不斷係要有好多刺激啊，好多
即係佢個裏面總係好一個好激動興奮嘅狀態。咁嘅時候咧，佢嘅心裏面就缺乏平穩安靜，佢情緒就會好有問題嘅。同埋原來人人都有一啲負面嘅形類，形類即係好似堡壘。堡壘點咧？成日憤恨人啦，我冇用啊，我蠢啊，我浪費生命啊，我不及人啊，前路唔會好啊，神都唔愛我，呢啲嘅形類喺佢裏面好牢固啊。我哋需要逐步拆毀，唔會一日拆毀到嘅，但日日都話神愛緊我，神祝福我，神幫我，我一定可以提升嘅。我願聽神嘅話，一定蒙福嘅。咁嘅時候咧，呢啲形類就一步步可以拆啊。我哋需要明白，我哋嘅思想同情緒有一個螺旋式嘅下降，或者一個英文叫 vicious cycle， 一個惡性循環。第一，呢個人有負面思想情緒；第二，佢唔處理咯；第三，佢就唔開心啦；第四，佢就自我批判；然後第五咧，佢就睇人覺得人好負面啦，好負面咁睇人；第六咧就講負面嘅説話；第七有失敗感，因為冇朋友啦，做嘢都唔成功啦；第八粉世嫉俗；第九有憂鬱，甚至有啲去到自殺。这个咁樣嘅惡性循環咧，係影響好多人。有好多人咧，因為成長嘅時候已經佢嘅裏面嗰種生命咧，已經去到一個好負面、好低沉嘅狀況。这個情況咧，佢唔處理咧，佢係會越嚟越嚴重嘅。我認識有啲人，佢就係成日唔開心，唔開心慢慢咧變咗開始有抑鬱。抑鬱嘅時候咧，佢又繼續係抑鬱落去啦，變成咗嚴重嘅抑鬱。所有精神病患者都係由輕量嘅一路慢慢升級嘅。所以我哋就話：神啊，你幫我哋唔好進入呢一個咁樣嘅惡性循環。好啦，咁啊，最後最重要就係點處理啦？我哋知道係唔好啦，我哋知道佢有破壞性，我哋知道佢有惡性循環，我點樣處理咧？詩篇118篇第6節，我一齊讀下。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嗱，呢度咧係講出一個道理。呢、這個道理咧，有一個心理學家咧，佢都寫出嚟，叫做管理情緒嘅 ABC 理論。就係話咧，我哋嘅信念改變我哋嘅情緒。個經文話咩咧？個詩人相信耶和華幫我，耶和華幫緊我。個後果咧，我唔使驚。佢幫我，我唔使驚。人能把我怎麼樣係一個思想，就係話神幫我，佢人有幾叻啫？佢點可以害到我呢？但係好多人就佢唔相信神係全能嘅，佢就話佢害到我㗎，佢有啲陰謀㗎，甚至有啲嚴重㗎。啲人過喺度喺街嗰度偷住我㗎，有啲嚴重嘅時候，佢又覺得啊啲人落毒俾我㗎，因為佢個負面思想越嚟越嚴重啦，佢就覺得人害到我。但當我們相信神幫我，沒人害到我，那我就不用怕了。所以這句經文呢，次序是這樣的，神幫我，我信這件事，個思想結論，人不能夠改變我，不能夠影響我，不能破壞我，那我的情緒就不用怕了。這個就是說，我們的思想相信我是蒙福的，神幫我，我就不用怕了。好啦，咁呢個 A、B、C 咧係點樣咧？拆解咧就係、是、第一 A 就係 activating event 引發情緒嘅事情 ，B 就係信念 belief， 第三係 consequence 就係後果嘅情緒上嘅後果。好啦，下面嗰個 A、B、C，A 就係嗰件事發生，有人傷害我哋。第二啦，我相信神幫我，我就唔驚啦。其實好簡單，非常簡單。我相信神是全能，神幫緊我，我是寶貴的，沒人能夠拆毀神的計劃，只要我聽話，只有自己犯罪會拆毀。如果我不是疏遠神，我不是在罪中，我聽神話一定會改變的。那這個信念呢，就會令到我們有正面的情緒，神幫緊我，所以我可以開心，感謝耶穌，我祈禱有平安，感謝耶穌，耶穌幫緊我，這樣的人呢就時時都有正面的情緒。負面思想就帶來負面情緒，即啱所講啦。呢個信念帶來負面嘅情緒，一齊讀《加拉太書》6:8，信著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就跟住我哋情慾啦，情慾包括當然我哋貪戀一啲嘢，亦都包括我哋裡面嗰啲
激氣濃嘈、負面思想情緒，就會帶嚟敗壞。當一個人成日都話：哎呀，好難啊！神都唔幫我，我做唔到啊，我冇用啊，我放棄啦，人對我唔好啊，生命冇意義。咁嘅時候有咩後果呢？佢就會好激氣，好容易發嬲啦、煩惱啦、低沉啦、失望、痛苦，哎呀，好慘好慘！嗱，好多人就會咁嘅情況。有啲人話：我周圍啲人真係對我唔好喎，連我屋企人都對我唔好喎，咁我點樣可以有正面情緒呢？我哋要分一樣嘢，神超越一切嘅人，人總有唔好。如果人有好咧，我哋要記神，我哋要感恩，我哋要珍惜啊！有人對我哋好，我哋珍惜；我太太對我好，我珍惜；佢又好珍惜我對佢嘅嘢。我任何同佢做任何好嘢，佢即刻笑，好開心，好似小孩子咁開心嘅。咁佢對我做好嘢，我又記住，我又成日數算，佢對我實在好多好嘅嘢。咁嘅時候咧，我哋思想時常都係個正面嘅狀況，即係有人對我好，我哋感恩；神對我好，我哋成日思想。好啦，人嗰啲唔好，我唔使猛咁諗住，因為佢害唔到我嘅。因為神喺我心裏有奇妙計劃，冇人能夠將呢個計劃攞走。只要我聽神嘅話，我就可以入到呢個計劃。不過問題好多人就唔制，佢知道神好，不過唔制，同埋覺得唔鋸啊，唔服氣啊。好啦，咁神俾我呢個德性五部曲，大家讀一讀嗰啲紅色字啊，留意破壞性。聖經觀念、祈禱、選擇，好簡單五點。其實呢個係神教我嘅，我發覺我處理嘅時候係有呢幾樣嘅。第一，我留意我有啲負面思想情緒；第二，我深信佢有破壞性。如果我唔開心，我試過心頂住，我試過心好似把刀刉都試過。如果繼續落去唔掂喎，所以我嘅心我選擇，人對我唔好，佢。唔好嗱，我用句俗語講，我唔使揦屎上身㗎，係咪啊？人哋有屎，我使揦埋上身咧，唔使係佢嘅問題。如果我揦屎上身，我就有身體，我身體同埋心靈就會破壞。所以我就話決意，佢有問題係佢嘅問題，但我會祝福佢，我會饒恕佢，同埋我會祝福佢，我會幫助佢，我會善待佢。呢個就係我德性啦。由聖經教我點做呢？聖經教我以善勝惡，祝福人、愛人，依靠神而得喜樂。呢啲係聖經教我哋嘅。咁嘅人咧，祈禱求主赦免同埋俾力量啦。耶穌求你赦免我啦，我有嬲過佢喎，我有唔開心啊，求你赦免啦，俾我力量啦。由我選擇正面思想情緒。有啲人話好難選擇，點解我明明唔開心點樣選擇呢？嗱，我想講，我哋唔會一下子改變曬。但我哋可以改變，首先思想容易啲嘅，譬如話佢對我唔好，我覺得佢啊我好慘好慘，我首先第一樣用聖經去相信，每日睇聖經，神係愛我嘅，人能把我怎麼樣呢？耶和華一定提升我，我愛佢一定提升我嘅，我就深信呢啲聖經嘅應許。咁我思想入咗心咧，即係話無論幾困難都好，我相信嗱，相信係容易啲嘅。情緒是難一點，情緒怎麼 改變呢？是需要重複多次多次去做，一路說神幫我，哈利路亞，哈哈，多謝耶穌，可以笑一下，神給我的禮物就是笑，哈哈哈，多謝耶穌。我們發覺雀仔真的很喜歡唱歌，雀仔為什麼會唱歌，經常都唱的，我覺得呢，第一就是神做雀仔，讓雀仔不要憂鬱，雀仔經常都唱歌。第二，神做雀仔會唱歌是為了人的，我們聽到雀仔唱歌是開心一點的，是不是？所以它很舒暢。有些人說我想好像雀仔那麼舒暢，雀仔那麼舒暢我不行的，這樣提醒我們好像雀仔那樣放鬆，將一些不好的拿出來，那你每天讚美耶穌，耶穌幫緊我，唱下詩歌，個人真的會開心。開心1%就立刻欣賞自己，多謝主我有進步了，咁樣咧，我哋一日進步一啲，100日就100% 噶啦，係咪啊？所以咧，唔好話我要一日之間冇曬嗱。如果你一日冇曬，梗係好啦。但係我有些進步，咁即係我有進步，我諗多咗神，我諗多咗神嘅恩典，我放低咗人嘅問題一啲，我已經進步咗啦。咁即係我今日咧嗱，以前可能幾個鐘頭都諗嗰啲唔好人，我今日咧減少咗啦，已經減咗。咁即係我有進步啦。咁嘅時候咧。
個人就會進步，就唔係成日都話我仲有唔開心。人總會有一啲唔開心嘅，但我哋可以盡快處理嘅。好啦，呢個我哋繼續用不同嘅經文，又用個 A、B、C 嚟到管理呢個觀念啊。咁而呢度咧就特別講到係取代自卑意念。嗱，自卑係乜嘢咧？哎呀，我冇用啊，唔得㗎啦！我生命都唔會發揮㗎啦！呢個係冇自卑感。我一齊讀彼得前書章九節。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首先我想講一點咧，就係好多人點解低沉個根源係自卑。點解好多人容易同人關係唔好？因為自卑，覺得自己冇用，覺得自己不配有好嘅關係，或者覺得人人都係針對我。佢有呢啲嘅負面嘅思想就影響佢自卑嘅。其實，骄傲的人有自卑，沙尘的人有自卑，低沉的人有自卑，其实可以说人人都有一些自卑，有些多有些少的。而这个经文就回答了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是很特别的。有些人去过天堂见到耶稣，真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甚至我们大家听过乔华，有没有听过？乔华他曾经试过几次心脏病发，短暫死過，在他短暫死的時候，他亦都是有這些天堂之類的經歷的。有很多人去到天堂就發覺有一件事，見到耶穌是一個高度的接納，非常高度的愛，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的。他說去到天堂一種感覺，真的個個人都接納他，還有神很高度的接納。神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神，他是很接納人，他見到人他就喜歡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一个不同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叫君王的，祭司是将人带到神，将神带到人的。我们是将人和神拉在一起，是好像王一样的，是圣洁的国度，是活在圣洁里面的，不是污糟里面的，不是罪恶里面的，是属神的子民，是很尊贵的。好啦，當我哋知道咁尊貴嘅時候，有人控訴我哋咯。嗱，呢個 A 有件事引發咯。嗱，嗰啲唔好嘅反應，我打個交叉度。哎呀，我唔吸引嘅，人哋控訴我，我唔得噶啦。佢成日都話我冇用，成日我做得唔好，咁我哋就有負面嘅思想啦。負面嘅思想帶嚟咩後果咧？就繼續內疚同埋自卑。但如果佢相信呢個經文，神睇重我哋嘅，我係寶貴嘅，咁佢就有信心同有喜樂。大家試下，嘗試下將個信念改變。我是寶貴，我是重要的，人不能夠攞走神俾我的恩典，我哋就會越嚟越平安喜樂，越多讚美詩歌。我哋嘅腦咧有一樣嘢嘅，我哋通常能夠集中係一樣嘢嘅啫。如果我哋成日集中喺神，耶穌愛我，耶穌睇中我，祝福我，這個正面嘅思想就會將負面思想排除。即係話，你當你成日讚美神嗰時咧，同埋當你開心笑咧，你係唔會煩惱嘅，即係你嘅思想只有呢一樣嘢啫。咁點解有啲人成日煩惱咧？因為佢冇去諗神，冇諗正面，即係成日咧俾嗰樣嘢唔開心，一路壓住。所以當我一路壓住咧，我哋就讚美神，耶穌幫緊我，感謝主，哈利路亞，耶穌愛我嘅。咁樣咧，呢個正面嘅思想就會將嗰個負面思想趕走，即係好似呢個杯。裡面的空氣，你想將它拿走，空氣將水倒進去，它就將空氣趕出來了，裡面就裝滿了水。當是假設空氣就好像不好東西，水倒進去就將空氣拿出來，所以越在神的同在就越是有力量了。另一個處理一個就是自憐。什麼叫自憐呢？哎呀，我很苦的，很慘的，沒人對我好的，我真的不行的。這個自憐，咁呢個經文咧就回應呢個問題啦，希伯來書四章十六節。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自然咧就係冇人幫我，我好慘嘅。但聖經話咧，你可以隨時嚟到施恩個寶座面前，神係成日好恩好多恩典嘅，成日俾你嘅。佢成日憐恤我哋，我嚟到佢度就有憐恤、恩惠，作隨時嘅幫助。所以我們不是可憐的，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宣告，我不是可憐的，我是蒙福的，
嗱，咁我哋成日都諗住，喂，蒙福嘅，喂，神祝福我嘅。好啦，嗱呢度有事情發生嘅，傷害我啦。咁如果個可憐嗰個自憐嗰就，哎呀，好慘啊，冇無助啦，佢就低沉受傷。但佢話我相信神隨時幫我，我就唔需要受傷害啦。好啦，另外一個經文就係咧，有時不自覺無緣無故唔開心。嗱，我試過好多喎。因為我曾經被人控訴啊、攻擊啊、講唔好嘅嘢，我諗人都試過㗎啦。自己咧，我試過自己去洗碗啦，自己會唔開心喎。自己自發過，唔使你去製造出嚟嘅，即係人就係有呢樣，因為罪性呢、這個就係罪性啦。詩篇七十七篇係一篇好特別嘅詩，大家可以翻去睇。呢、這個詩人開頭係唔開心嘅。佢唔開心嘅時候咧，嗱我哋一齊讀佢點樣講啊？佢話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嗎？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嗱，詩篇七十七篇開始嗰度講到，佢話我禱告啊，佢都覺得唔開心啊，佢即覺得咧冇力量啊，直情係好負面，佢諗到神就唔開心啦。但係佢最後佢話唔通神記得開恩咩？他指住他的慈悲咩？他話承認是我自己懦弱，我想得不好。好了，這個情況就是我自己自動會煩惱，就覺得如果負面的就是我覺得我沒用，我無助，就低沉煩惱了。但因為我堅持相信神愛我，自己無端萬事不開心，但我相信神現在都愛我，我不開心神都愛我。即神不是當我們最乖的時候才愛我們，神何時都愛我們的。咁於是咧，我起碼我情緒進步咗些少，一路逐步嘅進步啦。嗱，我哋需要拆解我哋有啲自發性嘅煩惱嘅來源。第一，以往嘅經歷有冇影響？嗱，有時咧，俾人鬧得多啦，俾人傷害啦，俾人侵犯啦，俾人呃錢啦，呃感情啦。咁嘅時候咧，我哋需要清理喎，就係話。我接受我以前是無助的，我不知道處理，我相信神會幫我的，那我就不要再想了，不要猛想以往的事了。另外一個自發性的問題就是有沒有自卑、自憐、批判。有時人都不留意到我經常都自卑的，覺得自己沒用的，經常都批判自己。你會不會這樣呢？譬如很簡單，你做一件事，假設譬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詩班、唱詩歌唱嗰時咧，哎呀，唱錯一個字，突咗個音出嚟，咁你就成日諗住，哎呀死啦！我今日突出音真係好醜怪噶，點解會咁噶咁啊？咁啊，唔記得咗99%都唱得好啫，嗰句講得唔好，即係成日，哎呀，我真係衰啦，真係衰啦！第一時人就會咁樣嘅，成日批判自己，咁呢啲咧就係一種習慣性、自發性嘅裏面會批判自己，呢個需要去處理嘅，就係話。人人都有做錯的，人人都有做得不好的，不要緊的，我做錯不要緊的，那個心就會鬆了。我以前講到有時講完就想，哎呀我講漏些東西，哎呀應該不要這樣講，我沒去想，其實我有些地方講得好，應該留意那部分，不要想著那些講得不好，那個人就輕鬆了，越輕鬆呢，哎，講得越好，所以不要對自己的批判。咁就話我哋處理方法有冇效？有啲人處理方法點啊？揾三姑六婆去講，講完佢又鬧啦，鬧嗰個人。嗱，呢個唔係處理方法。有啲人咧就去睇戲啦。嗱，咁啊睇戲暫時性都可能有用嘅，但係呢個唔係長久嘅方法。有啲人咧就會咒佢，甚至有啲人會教你揾個枕頭當係佢打佢啦。其實呢啲方法唔係好，因為呢個係憤怒嘅方法，呢個唔係聖經嘅方法嚟嘅。咁我要明白情緒比思想更快，即係話我哋嘅思想譬如處理啊，但係個情緒咧會更加快嚟到。咁我哋明白情緒咧係難控制啲嘅，我哋就俾啲時間接受自己，唔係即刻一下子改變曬。但係我要進步，我就感謝主啦。好重要，負面情緒唔好順其自然。嗱，有啲人因為呢句説話，哇！咁你咪好夾硬做人，好強迫自己。這個不是強迫自己，這個是處理生命，是需要處理生命的。很多人有情緒問題就順其自然不開心，你留意一下，你被人罵是不是順其自然就會罵回他，或者是不開心？這個是普通人必然做的事，
以信嘅自然好多時係會負面嘅，咁我哋就學習求主耶穌幫助我哋，好多嘢諗一諗先，唔好順其自然，諗一諗先，諗一諗我應該點樣處理。借先我德性無曲，大家記唔記得？留意佢有破壞性嘅，聖經教我點做？祈禱，我選擇順服。嗱，選擇就唔係順其自然啦。選擇就係我本來想鬧佢，我而家選擇唔鬧佢。我選擇祝福佢，我選擇送翻啲禮物俾佢，對佢講啲好嘅説話。呢個係選擇，選擇先會得勝。人通常嘅自然反應，通常係會喺罪裏面嘅。但係當你處理得多咧，慢慢你嘅自然反應都會係祝福人喎。呢個係需要長啲嘅時間處理嘅。咁亦都好重要，親近神係最重要、最重要嘅鎖匙。我一齊讀下詩篇十六篇八節。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嗱，我每次嚟講到，我都用詩歌帶領大家享受神，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我就不致搖動。因他在我右邊，我就不致搖動，我的心就歡喜了。神就是一個開心的神。所以耶穌講的比喻，他說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神的天堂就是充滿喜樂和愛的，神是一個開心的神。有些人以為神是很嚴厲的，神有嚴厲的一面，當人不悔改的時候他有嚴厲的一面，但是神是充滿喜樂和愛，他和他的兒女是喜樂和愛的。我們成日在神面前，他就裡面有湧流的喜樂的。我自己有這個經歷，我每一次祈禱都有喜樂湧流，甚至半夜起身我一想到耶穌即刻喜樂。怎樣來的呢？就是我長時間成日想到神的美善，整個心靈去愛神，慢慢呢一路愛神越來越喜樂在裡面湧流出來。我也曾經幫過很多人祈禱，慢慢有喜樂湧流出來的。咁係心歡喜、靈快樂，肉身都安然居住，身體都會舒服，成個人會輕鬆舒服。嗱，上一次我嚟有一個弟兄咧，我唔記得咗問佢繼續分享，佢咪話喺敬拜嗰時咧、禱告嗰時，即刻咧就上次即刻覺得嗰啲痛唔痛嘅，嗰、那個係邊一位啊？喺邊度啊？一話係啊，大家記唔記得？上次有一個弟兄可以，如果有機會問翻佢嗰個情況嚇，即係話原來。親近神都會可以即刻病痛都可以減少喎。咁呢三種祈禱，我希望大家記得。咁點解我會有時重複講翻？因為呢個一定要做嘅。恩典嘅祈禱，我成日宣告神愛緊我，神幫我，神祝福我，神同我一齊，神掛住我，成日都提醒自己。敬拜禱告，感謝天父。嗱，恩典就由上至下，敬拜就由下至上。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我掹住耶穌，我歡喜耶穌，呢個係敬拜。又互動嘅禱告啦，我一親近神，神一定中意嘅；我一親近佢，一定祝福我嘅。即係有互動嘅，神係冇反應嘅。嗱，耶穌話咧，人就係冇反應喎。佢話咧，我哋嗰啲呢個世代咩咧？啲人向你吹笛，你又唔跳舞啊；同你舉杯咧，你又唔捶胸喎。即係啲人冇反應嘅。但是神是有反應，祂因我們歡欣喜樂，默然愛我們，請我們喜樂歡呼。我們一祈禱祂就很歡喜，我們愛祂，祂就將我們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賜給我們。這種祈禱幫我們開心的，我自己很多時都會這樣的。我一起身多謝天父，哈利路亞，多謝耶穌，現在耶穌很歡喜了，多謝主，神就歡喜，我又歡喜了，我起身就會這樣祈禱了。我成日都會啊！耶穌而家中意我咁樣愛佢，多謝天父神啊！我愛你真係好啦，你一定會祝福我嘅。我時時都有呢種嘅互動啊！我從聖經，我深信神係喜悅我哋愛佢嘅，並且會祝福嘅。咁我成日對神有信心，就唔會擔心，唔會冇啊，即係唔會喺個煩惱之中啦。嗱，喜樂係一個選擇，係我哋選擇嘅。哈巴谷書三章十七節好重要嘅經文，一齊讀啊！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閒話又滿謀意義，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哈巴谷真係好有信靠神嘅心，佢乜嘢都唔掂。嗱，我今日應用翻今日啊，雖然呢個疫情好嚴重，雖然好多地方去唔到，
雖然經濟有困難，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因為神總有祂奇妙的計劃，在末後一定有很多的困難，但這些困難是要叫人去悔改，知道不要靠世界。有很多人覺得我要靠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找到安全感，神就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居所，不是我們永久的居所，這個世界一定會變壞，在我們心理上有個接受，這個世界一定會變壞，但我在這個世界 做光做鹽，榮耀神，祝福人，神就喜悅了，神一定祝福我的。但這個信念幾困難都好，我依靠祂，祂一定祝福，一定會 提升我，一定會欣賞我並且賞賜我。那我呢就在幾困難都好，我就不看人，就事事都看著神了。那這些四點呢給大家很容易記憶，怎樣可以處理負面思想情緒，在神的話語扎根，成日記實神的話語，第一應用，以神為樂，親近神為我們的喜樂。神是給很多好東西，我給了好吃的，多謝天父，神叫我們開心，神做這麼漂亮的自然環境，多謝天父，神感動我們的心，多謝天父。又清理垃圾，垃圾一定要清理，不要吃垃圾。有些人日日吃垃圾，猛地想些不好的東西，我們清理垃圾，不要跟從負面的思想情緒，我們選擇正面的思想。這四樣東西我們一起再讀一讀，在神的話語扎根，以神為樂，天天清理垃圾，不跟從負面思想情緒。這四點希望大家記住，就是說神的話語扎根，神愛我的，神祝福我的，以神為樂，親近神，清理垃圾，不要跟從負面的思想和情緒。咁咧，實際上嗱，呢度我哋唔會講，一陣間會講嘅。自卑感點處理呢？點樣提升自己嘅對自己嘅 信念咧？相信我哋係寶貴嘅咧。容易低沉嘅點樣處理呢？懼怕容易驚嘅咩？都驚嘅，又擔心嘅，有壓抑嘅，憤怒嘅，點樣去處理呢？咁我哋可以一間遲啲再去討論下。好啦，咁我哋一咧就而家咧就會用詩歌。幫助大家開心一下好不好？依靠耶穌得著神的喜樂，多謝天父，讚美天父。這首歌是開心的歌，我們唱一首先，一會先唱其他歌。我有這喜樂，耶穌賜給我，我有這喜樂，耶穌賜給我，我有這喜樂，耶穌賜給我。我有，拍掌，我有這喜樂，耶穌賜給我，我有這喜樂，耶穌賜給我，我有這喜樂，耶穌賜給我。飛起的心意，飛起的手能接回，哈利路亞，我有這喜樂，耶穌賜給我，我有這喜樂。Yeah.
嘅。如果你記得歌詞，應該記得啦。今次咧，柔和地唱，有呢啲喜樂入你嘅心。我有這喜樂，主耶穌賜給我。我有這喜樂，主耶穌賜給我。我有這喜樂。耶稣一定祝福我，多谢天父。